民国五十一年台视开幕，他就是开幕的元老。那时候群星会，群星会那个时候，对对对，黑白电视，那个家家前后一家，还没有当兵前到现在五十五年了、啊，人生有几个五十五年？是啊，哎，他好像听历史故事怎么办？他的故事精彩了。哥哥，因为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唱的那个年代我还很小，那时候我才八岁。好了，你们闭上。